这是午宴的宴会厅，中美之间的桥梁，松鹤延年，还有青山绿水，友谊绵长，大大的寿桃。看这个口部结，是一个檀香木的葫芦，葫芦象征福禄。这个是一个平安扣，代表客户平安和吉祥。这真的就是一堂做的。看这个就是基辛格博士的位置，这个是他的高级顾问，他左边坐的是他的研究助理。乾隆年间的景泰蓝大香炉，看在宴会厅一角的这个摆台，还有寿桃的瓷瓶，还有一些寓意很好的水果。这样细心的安排体现了中国人重情讲义，不忘老朋友。